哎，抽奖了，抽奖吧，抽中三个相同的道具即可获得奖。来，你来。OK。哎，两个相同的。到了，继续。再抽个。哎，两个绿色，可以继续。抽抽。又有两个。哎，可以可以，继续继续。点点点，继续点。呜、哦！哇，这是给我们送豆豆了。这是多少？送多少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万亿，送了一万亿吗？尊嘟假嘟，真的假的？哇！这游戏里送豆豆送太。太多了吧？哦，丽莎成功了，我真的服了。咳咳，我爸坐在旁边，当然能挑战成功。爸，这挑战的不是我，是你。对对对，你万州，你重庆是万州区第一名的称号。这个、运气占一部分，但是那我们就继续。对面那位挑战者技术相当的好。嗯嗯，主要挑战者他们的技术也还不错，是吧？对对对，相当好。哎呀，行行行，那我们继续吧。继续继续。不是你号称重庆是这个前十。天花板，哎，你必须这把继续给我赢个，我现在8,610,000,000，必须给我赢个10,000,000,000。好，是摸了下鼻子。爸，靠你了啊！我的那个余生就靠你了啊！现在就要出这个最、嗯、最大的牌是出这个。他推荐了一个君临天下，哦、对吗？但是君临天下只有4.85倍，那怎么办？因为假说要闹的要这个牌才最大。那我们做个八行，你们不可能的、啊、呀，因为。我们现在炸，这个要炸，炸动，那我们就做那个叫君临天下了。嗯，是不是？是。挑二排。这个时候过吗？过，对吧？过。我们等于说要做他推荐的这个牌型是君临天下。对，最大的。啊，这个还是得过，对吧？对对对。过过，我们要做这个 K， 这两个王子是吧？嗯，魔方，我看一下，过啥？这不过吗？打个那个，打个个什么？尖，八四洗牌，一个都没有线，方祥瑞，八四洗牌，魔六星炸带。洗炸、嗯、对，那八四洗牌是什么？王过后的第二大牌，过哈、啊，过呀，胡牌。还在说他是谁？你看不到他头上戴的这个吗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老头是谁？他们叫你老头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会不会伤？会不会伤心啊？六星炸带对子，他们说你老嘞，不生气，继续。不要抢我的鼠标！这边居然抢鼠标，想当主播想疯了吧？想流量想疯了吧？但是不要先抢过去，真的是我就想我想掌控这鼠标，一直掌控不到，手一直伸过来。你这个老头真的是，这老头在搞什么啊？想当主播是吧？来微硬吧，让那个公司把你签了，你们看他们给你开多少，看看你的牌技如何是吧？毕竟这个是咱们公司的那个主公司的游戏哈，你玩的好，说不定不那个什么。胡牌六星炸带对子，开玩笑的，过，继续过。胡牌，别说话，交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这样吧，把那个八点不连炸吗？不忙连炸，等一会儿。哦，你看到弹幕了是不是？我没有看胡牌，我看弹幕了。他说你先把没用的牌打了，你就看到他们了。你要听自己，听从自己的内心。你是第一名，你是牌王，你怎么能听弹幕的呢？他们比你玩的好。别人打他们都是小毛孩儿，20岁23岁。最好你这个牌是摸个王，摸个王是吧？六星炸带对子，你一个老头子，你听他们这些小辈的，你觉得你合适吗？我哪里有时间去看弹幕？你明明就看弹幕了，连炸，炸，就是在看弹幕啊！他一直在看你们说什么，就是被你们支配。再赌一把，再连炸，继续多摸一张牌。炸，不是，所以你们发弹幕，他是一直在看。再连炸一看，再连炸，又摸一张，又摸一张，哎。再炸！好，这个时候怎么说？对，打。打哪个？八，行，八，打，打十。你看别人说打十。哎呀，这两张牌都没有用。嗯，这两张都没有用是吧？
这两张牌都没有用。是谁卡住了？我们是要摸王或者摸 K。我这一把已经炸了六炸了，再摸个 K， 我们就把十打出去就可以复牌了。行，没问题。勾。过还是怎么说？过吧。五来六。五星炸带对子，那个 K 炸得好，连摸三个 K。OK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出的 K 不要，不要吗？因为你是个十手上。五牌。哦，对，我如果手上是 K 的话，对，现在把十打出去。现在把十打出去。现在别人打 K 来就会服，自己摸 K 要炸，别人炸自摸。但是我别人打 K 来，你已经是君临天下了。可是我还想要个王，过了吧？过，这肯定得过。五牌六星炸带对子，没问题。炸炸炸炸炸！他手上这个炸还炸挺多的，一下。我这个有个七个炸，就给我炸的懵了。过吗？过，好的。现在正在玩的是《娱乐斗地主》，大家也可以下载，免费下载这个游戏，直接打开。当个小王，当个小王，当个王。第二张，哎呀 ，OK。可以胡牌，我胡吗？1228万呗，可以胡啊。那我胡了，我看一下你胡多少。君临天下呀，三。哇，我这个手气，4.13万亿，4.13万亿吗？现在开始，怎么说，爸爸？别人打 K 可以胡，自己 摸 K 一定要连炸，炸的越多越好。自己摸 K 一定要连炸。他们都，我只有没豆豆了，快冲豆豆，快冲豆豆。只有这个人豆豆多。被我输起立了，两个起立了，两个起立了，这边还有人，还有一个，我们把他的这个7.几万亿全部给输。再来一张，来爸爸，这一把交给你，你说要选哪个？你自己选，你选，就是那一张。也复牌了，反正六星炸带对子也不错了哈。六星炸带对子，六星炸带对子，他的豆豆比我多好多，六星炸带对子，又来了，开一张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哪一张？你说。1234，哪一个嘛？二底张，刚才 K 的是，哎呀！我刚刚直接说我要第四张，你非要说第二张，你实力坑女！哎呦我的天！我刚刚那个直觉就说，哎 ，K 了，炸，连炸，对，又翻了一倍，炸起了，对，又翻了一倍，看没？普通牌就是184亿，哎呦，184亿，普通牌，这是普通牌，你看嘛。六星炸，普通牌随便拿一张就变大了，但是他回张只有11.5亿。我现在就是坐着收豆子啊！对对对，你随便胡拿一张，看到没？就是184亿，他回张只有11.5亿，可以。他大牌才十元，但是你六星炸带对子。黑摸的王就大了，六星炸带对子，占了七炸，他在占五炸。爸爸声音大一点，没吃饭呢。继续连炸，不要服。炸啊！又对炸了，破八防破。哎，对，现在更大了，六星炸带对子。哇，这一六就100多亿了。对，普通牌，六星炸带对子，最小的生活一张就是这个。炸带对子，这个恢复了，恢复了，服了，恢复了。服不服？你服吗？服不服？鼠标啊！天下哇！看1.80万亿，1.84万。六星炸，干嘛？六星炸，洗个什么？洗，好不？